喜欢香梦对不对？想追她、啊。嗯，这你就问对人了。就让本大爷来帮你一下吧。请喝茶。今天我们吃这家，你们要吃什么？我要鸡腿饭。好巧哦！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巧吗？因为我命中注定。屁啦！这个案子啊，比较复杂，有谁想接手的？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命中注定。那最近上档的《卢正清》好看吗？很好看。命中注定。我想上厕所。你们要到几楼？一楼。难道是？